才智未来星。嘿嘿，哇哦！哈利学前班，嘿，唐诗精读。《遗爱寺》，作者白居易。弄石林西作，寻花绕寺行。时时闻鸟鸣，处处是泉声。诗文大意，我玩弄着石子，面对小溪而坐。为了赏花，我绕山寺的小路行走，不时听到小鸟的鸣啼声，到处都能听到泉水的叮咚声。遗爱寺，地名，位于庐山香炉峰下。弄，在手里玩。临，面对着。遗爱寺，作者白居易。弄石林西作，寻花绕寺行。时时闻鸟鸣，处处是泉声。